成年人的爱情呢，最难的地方就是跟生活融为一体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每一个字的背后都是一份沉甸甸的故事，而演绎的这个故事各有各的难处。所谓的爱情不是牵牵手，你心有我，我心有你那么简单了，而是要一起组建家庭，彼此相爱理解，互相成长，强大成一棵树，为自己后代遮风挡雨，用尽一生去保驾护航。不要太早步入婚姻，它就像围城，外面的人想进来，里面的人想出去。其实最好的状态正是你们现在所经历的人生，有自由，有梦想，做自己。至于什么时候结婚，自己一定要想清楚。不管做出什么样的决定，只要自己能承受，就是最好的选择。到以后你会明白，生命不只有爱情可期待。到以后你会明白，我曾给你的不仅仅是爱，编织生活有很多素材。走太快，一会儿功夫人事已改，有人刚说嗨，有人却要离开，现实中不按理出牌。我也曾为失去伤怀，但仍要勇敢面对。现在 Georgia Oh Georgia， 还给你自由去捕捉未来。到以后你会明白，生命不只有爱情和期待。到以后你会明白，这未来日的你喝彩。